G3 小銀台としてて違う。トイレ。うん。你也比较快，刚刚不盖好。我就足紧张个呀，我想着小弟跟我去别人，唔知啊，根本无想要看到我，就根本就不安呢。卖想小弟啦。安康，我看我先等几好啊，后抓。等我准备好再过来。哎好了，听你的。哎，小贝哥，要是知影刘慧婷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你敢会感觉天公伯啊，真正足创治人个啊？你一心一意想要找的亲生查某囝，原来就伫你的身躯边呢，而且搁做过你的员工、新妇。我唔管你耍死给你找伊，真足好笑的。你无需要伫遐看我笑的，非得我跟你讲，唐春喜，你迫害因两个人的婚姻，还慧婷离婚，甚至后来你搁害老体，你对伊做出遐尼子恶极的代志，我即马干那是告你诈欺，也搁有甲一片的股份摕倒转来，我安尼做。对你已经有够认输啊！李俊杰跟刘慧婷因的离婚，根本都不是因我，那是因为因的婚姻本来就无幸福啊。刘慧婷的老体，那是家己不舍的，哪会当全部怪我？当初是李俊杰，伊利用假千金的这件代志欺骗您，害您失去一品，哪来去怪伊啊？伊这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呢！恁其他个沦落到这款的地步，拢是因为伊。伊今仔日有这款的下场，根本就是罪有应得。你给我点去！准备让伊死啊！你跟我咧讲伊，你到底是不是人啊你？对，歹势，我讲唔对呀。应该去死的啦，是你才对，是你这个做人妈妈的人，当初是男是你，把你慧婷放杀，而且后来还害李俊杰，让人感觉无人爱伊，这社会不幸都要发生啊！无怪你到今麦还阁唔敢承认刘慧婷就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唔敢去找伊小你。你是在讲啥？慧婷，你哪会来这？女主角正式登场，剧情是愈来愈精彩哦。高晶晶，你是袂当减讲两句啊，是无啦？原来你就是。把我洗下来了后，为着要保全你家己的婚姻，还顾在你家的地位，心肝也硬向，把我带去医院边，搁把别个囡仔带去饲的人，我一定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嘛是最近才知影你是我的查某囝。刘慧婷，其实李俊杰早就知影你的身份啊，是伊偷偷把你的头毛剃好啊，我才会当去做亲子鉴定，我才会当遐尔顺利给这事例哦。俊杰早就知影，刚刚伊拢唔甲你讲哦，我来是安尼。我的亲戚要跟我讲的那件事，就是
姐姐早知道这件代志啊，所以一直问我到今嘛。慧婷，妈妈知影你一时无法度接受这个事实，啊，不过妈妈，你别讲你是我妈妈。祖细汉，你刚知影祖细汉，我想过，几落届，到底我的亲生爸爸妈妈是安怎来把我放生？我唔知影想过过来的理由，啊，不过我安怎想，我无想到，最后竟是安尼。竟然是因为你为着要保全你自己的地位，竟然输给外口的小三，你就讲这个打生出来的囡仔带去幼儿园，你是不是在让你害我？你看，这错外错，都是我不对，我那时阵。真正是，真正是我全失去你弟啊！我这个犯人天大的错误，我真是真对不起你的。啊，不过慧婷，我从来都无要放杀你的意思。我本来打算讲，过一段时间了，我就给你娘用倒转来。啊，不过上次啊，上次去幼儿园，去幼儿园。伊完全袂知，后来你都唔知叫我送去倒位去啊！无论我安怎找，安怎找，我都是找你找无。我真是无要放生你的意思，因为叫你找你来，慧婷，妈妈一直在找你，我一直找你，一直找你，因为我就想你，我真是就想你消失。想要点点的离开，慢走是会困呀。真正已经放下我一届了，你即马听我的新闻了，你怕说放下我第二届是吧？无，我无这个意思，慧婷，我无这个意思，我无放下你的意思。我当然嘛想要继续留在你的身躯边，我疼惜你，我照顾你，只是我，只是安怎？只是你不知要怎面对关系吗？因为大家若看到我，你就感觉家己真无有资格做做妈妈。你要离开是吧？早已离开。可怜我是永远无可能成为我的身份，我嘛无可能离开。你先叫我回去，我去叫慧婷。啊，慧婷，你先走，你先出来，心情即将破病啊！安尼嘛，他终于来死啊！这感情人跟我出公婚啊？
做这部电影的理由，才会选择离开我。想袂到，也是因为安尼。原来我对伊来讲只是一个负担，我来甲我生落来是让你痛苦的代志。我只是一个无人要滴的囡仔。无人要滴我，无人要滴我，无人要滴我。相公诶，大家明明拢做爱滴。快点！我想，你应该嘛知影讲，你俊杰妈妈这么多年来，弟弟甲所承受阿爸好痛苦，一定是不得已的。不过我相信，老师干那些当兵来，一定选择将你留伫伊身躯边的。